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星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《幸福来敲门》，我是涂磊，感谢您在电视机前的守候。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和 PPTV 聚力来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当然，我们还要感谢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的大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天星卫视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星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。当屏幕下方出现摇一摇角标的时候，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进行互动，即可赢取精美的礼品和现金红包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，他们分别是六人游的合伙人潮汐、梅尔牧眼科医院的创始人叶子龙、法国梦泉创始人贺东东、中式环硕公益慈善俱乐部创始人李刚。在有请出幸福心愿持有人之前，先来看到一段有关于他的小片儿。大家好，我是明月，就是举头望明月的那个明月。我今年32岁了，因为个子小，总有人误会我只有10几岁。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做手工，每当安安静静地完成一件作品，我都会感觉很幸福。幸福来敲门，我来与你分享我的幸福。掌声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。你好。你好，涂磊老师。请做一下自我介�绍。我叫明月，今年32岁，身高1.27米。啊，怎么会长得这么娇小呢？因为是脑髓体分泌生长激素比正常人少，所以矮了。哦，娇小了以后，这是好处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一些不便呢？好处也有，不便也有。不便就是特别的自卑，很小就是不愿意出门，也不愿意跟小朋友在一起玩，怕别人笑话我，每天都躲在家里。那好处就是布料少。对啊，可以穿小孩的鞋。包括占个地方也小。对，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吗？在西瓜上雕刻各种卡通人物，还有一个就是视频网络上拍一些自己的生活小段子。我刚看小片里面你在摆弄那个什么芦苇是吧？芦苇化工艺品，它属于就是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得经过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幅画，纯手工制作。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呢？说到这个工作还挺坎坷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是初中毕业之后，然后想考上高中吗？我已经考上了，但是家里也考虑到，我的个子比较娇小，何必就是大学生遍地都是，我上大学人家也不可能毕业之后不可能来用我啊。对，所以说让我学一门手艺。然后学这门手艺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师傅不愿意收留我，因为我长得小，根本他觉得我学不成干不了，因为没有力气，需要那个刮料的时候就刮特别的用劲。还有就是大画，它是玻璃和实木框的，大约得耗用10斤重，我是拿不动的。然后经过我姐姐还有姐夫的商量也求，然后呢师傅才收留的我。那你现在搬得动啊？现在说实话也搬不动。我有助手。是收徒弟了吧？现在倒没有收徒弟，就是让我老公帮我做。结婚了？对。老公叫什么名字？徐从华。喊他出来。老公出来。四位老师好。来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明月的爱人，我的名字叫做徐春华，我今年35岁。我结婚之前我的身高是1.4米，我现在的身高是1.6米。咋还长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奇迹般的长个了，我自己都不相信。你以前矮也是跟他一样生长激素的问题吗？对。哦，不过这不公平啊，都是爱情，怎么你就长了，人家没长呢？因为我旺夫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还真是奇迹。你长高那10公分的时候是你多大年纪？我是也是30多了。30多长10多公分？怎么长呢？对呀。爱情的力量好神奇啊。要了吗？没有没有老师。哎，为什么我的爱情没让我长高呢？你不也就是30多吗？对吧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我俩是通过网络。哦，你谁加的谁呀？
谁加谁？我俩加上很长时间没说话了。关键是怎么找上的？你怎么搜到他的？我们有个就是有个这样式的群体，袖珍群体，就是、什么群体？袖珍群嘛。啊，袖珍群。嗯，现在你已经不是这个群体了。嗯，我已经结婚之后就不是了。对，你已经没有这个资格在那个群体里面啊。在那个群体里面有多少人啊？嗯，有好几百人。怎么就你们俩碰上了？缘分。肯定是有一个人死追猛打，你好老实承认吧。怎么追的？那时候嘛，就是我俩加上了有一段时间没说话。嗯。偶然的一个机会，他照了一套写真集。哦，你看看他写真集了。对，看。你没事把自己写真集放群里面干嘛？不是，放我空间里头。哦，放你空间里面。放空间里面也是故意给别人看。是的，有点意思。就引起了注意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哪都好看。看着看着就想追人家了是吧？嗯。他是先追的我。就是加了挺长时间都互相不说话，突然一天他跟我说话了，他说美女在吗，然后我也没吱声。一般那时候就是网络有点害怕嘛，也不敢接触，毕竟长得也小。然后我俩就是经过一段时间聊天，在网络上聊大约一年多之后，然后呢他勇敢地来到我家这头了。哦，嗯，然后他辞去他的工作，他那个工作挺好的。然后是来到我家生活。现在是个什么工作？他是属于网络维护，在他牡丹江那头，而且很轻松，没有太多事情。嗯，因为咋的，我长得小嘛，如果我要上外的可能没有人应聘我，他就不一样了，他可能是找的几率比我大，所以他就上这头来生活来了，然后扎根在我们家这儿。所以说呢，我特别的感动。我俩又处了现实生活中一年之后就结婚了。你们家人都同意吗？起初的时候家人不怎么同意，因为毕竟网络也不知道，我家是大庆林甸，他家是牡丹江那头的，因为对，因为毕竟有点远，也不了解，所以说老人很担心，然后说来怕是遇到骗子。哦，嗯，你是跟他相处第几年开始长个的？应该是第二年到第三年左右结婚。对，结婚。你这长十多公分有很明显的感觉。很明显，对，我自己感觉不到。我涂老师衣服短了，裤子短了，鞋小了，你都买。所以你有没有一种不安全感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啊，这个长这么高，我长这么小以后怎么办呢？对啊，万一把你甩了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也想过，但是吧，我觉得我很自信啊。嗯，他不能甩我，我只甩他。他们俩挺有夫妻相的，尤其是嘴这一块。嗯，是吧？结婚多久了？我们结婚四年了。四年了。婚前婚后他是不是表现一致？表现一致，做饭啦，何必我累了，一般家里头做饭都他做，然后收拾屋子，两口子互相收拾，我扫地他拖地，他干重活。芦苇什么画，这是你的工作吗？这个现在也算一部分工作，有人要的时候我就做。平时的工作就是我在社区上了一份小班。就是做那些社区服务的是吗？啊，对，服务窗口。你是什么工作？司机，开车的，每天晚上吧都跑得很晚，有时候我的媳妇就说，要不我跟着你吧，老公，要不你太危险了。我说不用了，要不你也太辛苦了，我不让他，不想让他跟我一起吃苦。嗯，因为这个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哦，今天是谁的心愿？今天是我俩的心愿。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希望能有一笔创业资金。好，请回。你刚才说你现在的工作是社区服务嘛？对。你的工作是司机嘛？对。对吧？对对，我们准备创业啦？我们两个现在在网络上做了一点小生意。对，多项发展。做什么呢？就是在网上卖一些护肤品。哦。嗯。你要需要多少创业资金呢？现在手头里攒了一些，然后呢，想走到实体。开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店铺，我觉得这事儿心愿应该不难实现哈，何东东。对，没问题。我觉得法国梦泉，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了解过，我们有我们的总裁系统的特训培训，就是你们需要这方面的支持，我完全可以给到产品的支持、技术的支持和培训的支持，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免费的创业项目，也就相当于你们要的免费的创业资金了，支持你们这样努力的年轻人。谢谢谢谢。对你们夫妻这种敢说敢爱的这种，还有创业的这种精神呢，值也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中四环市慈善俱乐部呢，愿意助力经济上去帮助你去创业，好吧？谢谢老师。差异化的竞争方式，
也的确是应该考虑的。化妆品可以尝试一下，做做看嘛，对不 对？反正是小成本的投入，先做做看啊。如果形势不行或者自己不适合，那就抽出来。总而言之，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一家人一条心，动动脑子，快乐的生活，好吗？感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涂磊老师。哎，不谢。明月和爱人用努力拼搏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，愿他们能够有热爱，有坚持，愿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实现。在有请出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之前，先来看到一段有关于他的小片。我叫赵海峰，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员。每天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开始，一直到太阳落山。大家都觉得我送不了快递，但是我依然每天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快递送到每个客户的手里。今天我带着一个幸福的心愿来到天津卫视。哎，你好，是天津卫视《幸福来敲门》节目组吗？有份快递请签收一下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幸福来敲门，我来了。掌声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。你好，你好，来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赵海峰，来自山西运城，我是一名快递员。我跟正常人来说，应该还要给他回应快一点，更好一点。真的？哎，涂磊老师，我觉得，更好有可能，因为他是专业的。但是快，我觉得未必，因为毕竟那个脚的灵活程度啊，不如手。你要比一比，能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输了可不好意思啊，好吧，要不试试吧。咱们这样，咱们就来一个平时的操作，啊，一个快递箱子，好，是吧？把它包裹好了，嗯，然后再填好快递单，嗯，我们看整体时间谁更快。好的。每个人分别包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，用胶带胶好，我们最后要查它的这个封闭性啊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快递单上写上幸福来敲门5个字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预备开始。有点那架势哈，不能漏啊，要贴平了。找头啊，找头找不到。你看看还破了，你看这有技巧的，潮汐。说了都不用断的嘛，可以一直粘着粘过去的嘛，你底儿不擦嘛，对不对？你何必断它一下呢？1分钟，不用断，你直接粘过去就可以了呀。潮汐，你别看以前给别人戴手铐子行，你给这箱子这个捆上可不行了。发现潮汐的学习力不行，说了你就来回一，最后一口咬断就可以了，根本不需要几下。你看，你还要那样咬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又浪费胶带，密封性又不好，填单子了啊！比在地上了，你自己把那个碰地上去了。右侧，手忙脚乱的，您瞅瞅。填完了还把中间的单子抽出来啊，别抽错了帘儿啊。啊，你这样抽的，那这样抽的。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，已经 OK 了。2分45秒。潮汐这边看多少啊？从这边抽。哎，红色，一般都是抽红色。平时一看曹老板不干活啊。啊，完蛋了，彻底没戏了。按住，要按住这边，不按住这边就全部都出来了。3分20秒，人家是2分45秒啊。来来，何东东上来检查一下，你来做评委。哇，
还得跟狗啃。哎，这里还没密封呢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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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。你看这，这不光是密封的事情，你要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看一下。你看这个，这如果我们要收到这样的不良快递的话，我们肯定会抱怨连篇的啊！这什么快递公司啊？真的是的啊！但是还可以吧，郑先生。除了不是你看得出来这是"幸福来敲门"几个字吗？尤其这"敲"字，这什么呀？这单子都已经掉了啊！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，收不到。对，而且这个歪扭七八的，其实在整个粘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没有一个系统性思维，就不像人家那么专业。但已经很不错了，平时在家一看就不干活的。我们来看看赵海峰的，赵海峰贴的那叫一个整齐，你看看这胶带。是，就是在他贴的过程当中，涂磊老师他是有策略的，他怎么贴，然后就很专业。这字儿也写得很工整啊，用脚写的，很不错，非常不错。我们可以评判是这个赵海峰完胜，掌声鼓励一下赵海峰。谢谢，果然是不容易啊！谢谢何东东，谢谢潮汐。你这身体是怎么回事？三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去村里面磨面。刚好是个阴雨天，我自己摊完拿个玉米杆，刚好挨着那个高压线，变压器上面那个高压线被击中了。父母到房里面出来，看见我就直接就躺在地上。我看你这手是还那边还有半只，对吧？这边是整个截肢了。对对，送到医院，县医院说是这里看不了，只能转好一点的医院。那个时候有个亲戚刚好在兰州，甘肃兰州那个医院，介绍说是去那里。到那里医生就说你这手要截肢的话，就要多截一点，你截的少的话，还把上面腐烂直接。危及生命，做了几次手术以后就成这个样子了。你想想三岁的时候那孩子的手那还跟藕节一样特嫩呢啊。对，四五岁六七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的头上全都是包，一天一走路的话就跌倒，没有手的话你没有平衡力，挨地的时候都是头先挨地，也是没有那么简单。从小这个情况还一直跟正常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吗？对，那个时候村里面有小学嘛。咋写字呢？拉脚写嘛。那时候就开始用脚写？那个时候就从记事的起就是这样一直拉脚写，上到五年级吧。上到五年级，村里面的同学他们都去乡上上初中，那个时候主要是没有手，也要住校，所以说那个不方便，就直接辍学在家了。不读书干嘛呢？那个时候回到家没事干，在家待了半年吧。村里面不是有人在我们沟店里面放羊。我给家里面商量，家里给我借了200块钱吧，买了一只羊，直接就在家放羊。放了羊长大以后直接就卖。卖了完了再买小羊，再买两只小羊啊，一直放到100来只羊吧。哇，那你一个人放100只咋放啊？刚好我家就住在那个沟的边上，直接到那就下沟里面去。那放羊不得那羊不听话，你不得用手拿石头打它让它回来吗？对，那个时候我就练成了拿脚扔石头羊啊。对啊，用脚羊鞭子是吗？鞭子是夹的这个胳膊里面啊，就可以直接进门混它。刚开始的也是这100多头羊值多少钱？能值3万来块钱。那个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了。对对对，那干嘛要卖了呢？家里面是说这样放了一个羊太累，直接说是给羊卖了，你到乡里面给你开个小商店，进货理货，你自己去卖。那个时候生意一般跟一个正常人一年的在农村的收入还要高一些。总而言之，不是家庭的负担。对吧，那个是能减轻家里的负担。那会儿多大了呀？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岁左右。该讨老婆了，在村里边。对，那个幸运的是我自己遇见我现在这个漂亮的老婆。她一直就是这么踏踏实实的啊。对，这个老婆叫什么名字？她叫杨芬燕。来，掌声有请芬燕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这是小儿麻痹，对，也是三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，也是三岁，哎，对，这么巧，对，我们就像天生，就像互补吧，对啊，就像天生，你是他的手，他是你的脚，就像天生注定我们要走到一起的吧，
是啊，这话说得真好啊。嗯，你们俩是互为初恋吗？嗯，是的。怎么认识的呀？亲戚介绍的吧。村里边相亲是怎么个相亲法？到梅丽家里面坐一坐，看见她漂亮啊。那你看上她哪儿了？我看着她就是实在。实在。嗯，她虽然是个残疾人吧，但是她挺要强的。她跟村里边有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比起来，她多勤快啊！哎、对，是吧？放一百只羊、嗯，开了个小卖部，嗯、是吧？不求人，自力更生，是吧？哎，对对。你们俩有孩子吗？有了，我有一个可爱的姑娘，今年已经11岁了，过完年就上初中了。嗯，这个你这情况怀孕比较困难。嗯，对，就是当时吧，怀孕的时候就是一直是父母照顾的。嗯嗯，在我妈家待待，在她家就这样，就是反正是这样又动不了。她怀孕期间你照顾得好吗？嗯，她那个时候就是不是省里主要举办一个残疾人运动会，残疾人运动会，对对啊，他要去那边，所以我过完满月的第二天，他就来运城，去运城就是培训去了。哟，他这个很不好嘛。嗯呀，他没照顾你。对、嗯，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，他不在你身边。那个时候孩子不是刚过满月啊，刚满满月我就给人家送到他父母家去了。嗯，特别的放心。放心你也不能走啊。啊，那没办法，那个时候第一次参加的时候。没有集训，那个就没有拿到好的名次。你怎么会想到去参加运动会呢？那这个县里面推荐我们，推荐我过去。你有啥特长啊？你什么项目？那个就是跑步，在运城训练了40-50天吧，直接参加的是山西省残疾的运动会。拿名次了吗？那时候拿一个跳远的铜牌，还要拿一个200米的金牌。都是放羊练出来的，对，跟羊跑嘛，你看还能从这方面体现自己的价值，还能够为父老乡亲争光，特别的光荣。必须站在讲台上，你看国旗升起的时候，那种音乐放的让人感觉特别激动。当时心里想着谁？啊，那个时候心里想，也是对不起我姑娘啊。那个时候刚满月，我就直接就走了，那个回来至少得2个多月。才回到家，所以你生气吗？他不在身边，我有点生气，但是那是残联给他的一次机会，他也应该去锻炼锻炼。那现在怎么这干起快递了？那个时候不是在运城训练的时候遇见几个朋友吗？啊，他们介绍说是到运城去找工作好找一点，跟家里商量，我就直接去运城找工作，找了一段时间都不好找，找不下。那个时候我就家里商量，就买了一个旧的三轮车，在运城。那个但是干快递累呀、啊，干快递累，那种你守这个店子多安稳。这个店主要是店里面在乡里面嘛，主要是考虑的孩子也要上一年级，主要是想叫想让孩子来到运城去上好一些学校，只能放弃小卖部。那你干快递是自个儿个体呢，还是跟别人干？那个时候。自己承包了一个片区的业务，啊、哦，那个时候还差不多。刚开始我们两个人送，我给我老婆，她也送，对，嗯、跟我一辆骑三轮车，对我骑三轮车，她打电话，哦，快一点。到最后货多的就送不过来，只能又找了两个人。到后来公司说是要扩大业务，要租煤电，也还要买汽车。所以说这个费用太大，我感觉不挣钱也不想干，开过年就直接转让了，转到别人转了以后，给我堂哥的钱还了，我还挣到2-3万块钱。那现在干什么呢？现在送那转出去以后，不是干快递也认识了好几个朋友，他就给我介绍去他们那个店里面去帮他们送快递，就现在一直干到现在。自己干个体多好啊，现在又帮别人打工了。赚钱是挺赚钱的，就是累，自己就是累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体重是160，干了一年我算一下我就减了20斤。多好。女儿可爱吗？嗯，非常可爱。她是家里的唯一的一个健全人。对，所有的希望都在她身上。嗯，对吧？对，不会特别宠着她吧？嗯，不会。也像我们俩都没有上过好的学校，想让他去上好一些学校、嗯、上的大学。其实你们该有的都有了，你还有啥心愿？来，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
我的幸福心愿是给我老婆买一台电动轮椅。嗯，谢谢，来，请回。孩子马上上初中了。嗯，我有的时候在家骑车接个孩子，他有的时候去那不方便，去个学校啊什么都不方便，有个电动轮椅去学校，到门口看孩子也方便。现在一个电动轮椅要多少钱？一个月就是好的话3000多一点，嗯，不好的话就是2000多一点。心愿是电动轮椅，其实是想获得更加自力更生的生活。来，哪位老师？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故事让我特别感动，在哪里呢？就是虽然说生活中有磨难有困难，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。对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，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，真的是多应该看看你们的故事，多应该看看我们幸福来敲门，让我们很多年轻人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的年轻人觉得汗颜。我真的是觉得你们的故事蛮励志的，向你们多多学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刚才你们这个访谈结束以后吧，我觉得这整个是个爱情故事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。你看这位先生，他的幸福心愿是什么呢？是给他的太太要一个电动轮椅。他的幸福心愿是让他的太太过得更好。对，我觉得这是真男人。真的，谢谢，我觉得这个特别佩服你。我们梅尔慕医院呢，愿意完成你的心愿。刚才我在上网查了查，一个比较好的轮椅，2000-3000块钱。对，我希望你买那个比较好的。刚才你讲好的是3000多嘛？对，我希望买个好的。啊，我们愿意帮助你实现这个心愿，也希望你们一家人越来越幸福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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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听院长的意思是那个轮椅你买了是吗？要不就我们来买吧。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嘛，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爸爸妈妈在他们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一种学习力。就你看你们两个都是在3岁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造成了一生当中的不方便。就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人说，我说我们没有当过妻子，我们要学怎样去做一个妻子。我们没有当过父母，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做一个父母。我们要多看一些书，多去学习，让你的孩子远离一些从小的那些困难，或者说那些危险，永远让他们远离那些危险。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李李叔说过一句话特别好，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物质，不是快乐，不是任何的一切，而在于一种姿态，向上的姿态。对，人就要向上，向上走，一直往上。人总是还要有一种精神追求。对，好吗？对，别的不多说了，梦想已经实现了。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赵海峰用自己无比的身体扛起了生活的重担，他的乐观为他换来了善良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，希望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幸福美满，永远快乐。如果您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分享您的故事，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出微心愿来参与到本栏目当中。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和 PPTV 聚力来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。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